全体海航同仁、朋友们，201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也是海航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年。迈向2018年，海航历经了25载寒来暑去。25岁，海航从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屿飞向世界，在自由女神边燃起梦想的火炬，在凯旋门前展现东方文化的自信。25载积水成潭，40万余海航人众志成城，25载积善成德，我们向荣耀珠峰稳步攀升，踏浪前行，勇攀巅峰，这是荣耀万丈的一年。面对境内外错综复杂的局面，海航巧借世界经济复苏的东风，逆流而上，天际翱翔。2017年，海航荣登世界500强第170位，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4位。2017年，海航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传播工厂，参与商务部中国制造品牌计划。2017年，我们发布海航的神秘密码，与世界共享海航管理财富。2017年，我们广泛参与九寨沟地震、缅甸疫情等国际国内抗震救灾援助，充分彰显了世界500强企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。海航这两个字饱含菩提智慧，海航不仅创造了商业传奇，更是圆融东西文化、引领新商业文明的践行者。海航是太阳的使者，扫除异障，将光明送向雪域高原，送向南亚邻邦和非洲大陆。海航是大地的使者，开凿百口至善井，为30万琼州百姓带来甘泉和希望。海航是爱的摇篮，开展荣耀海航全球行动，让每一位海航人生活有品质，健康有保证，事业有发展，立事有尊严，让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、不同信仰的海航人在运动赛事中体验文化交融，在企业管理中领悟般若智慧，在公益事业中体会大爱无疆，翱翔万尺苍穹，航行辽阔海域，塔吊高空施工，导游山河名胜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无论你所从事何业，你做每一天海航人，我们就牵挂你24小时。你为海航每付出一分，我们就离梦想更进一步。海航的事业是大众认同、大众参与，海航的辉煌是大众分享、大众成就。海航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，也离不开海航全球43万员工恪尽职守、忠诚奉献。在这里，我仅代表海航集团董事局，向所有关心、支持海航事业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向奋斗在各个岗位的海航人及员工家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。好风凭借力，扬帆正当时。海航正处于创业发展、跨越式腾飞的关键时期，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我们的梦想。2018年是落实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，也是海航成立25周年。新年的曙光即将洒向每一寸山河大地，让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收拾好行囊，重新出发，让我们在文明
的巅峰会师，让我们在辉煌的彼岸重逢。最后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，Happy New Year。